为讲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，咱唔通独善其身。咱若是独善其身啊，封闭了自己呢，无法度甲人安尼打成一片。其实我定定讲过去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呐。咱会晓得其善而从之，其不善而改之。好的人就是咱的榜样，咱爱向这个好的人学好的习惯，学好的规矩，学好的方法。另外一个那是歹人的话，咱也原来爱甲当作老师，因为呢，伊是现身说法，予咱知影，歹习气的人啊，就是这么正歹道德，予人袂欢喜，讨人厌，这种歹习气的人，咱有啊无？咱有安尼习气啊无？哦，若有呢，咱来及时改啊！这个人无守规矩，敢若自私爱家己，无有去关心别人，安尼的人，咱家看，咱会感觉伊是真自私无？是自私。咱家己愿意予人对咱讲，咱是自私无？无愿意，好，无愿意。我会赶紧打开了自私的心态，付出呢，对人人有爱。这呢，咱爱感恩，这种献身说法啦，予咱知影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歹。所以我们常说，不轻一事，不长一智。这就是我们必定要在人群中。我们若在人群中，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教育的道理。当到坏人，我们就得到教训嘛。当到好人，我们就得到很多的道理嘛。这无不是都在受教。所以咱在日常生活中，咱来时时甲人斗阵哦，咱得真侪种诶人诶，咱会当去学足侪物件，所以一边学一边做哦。那安尼呢？哪学诶？智慧哪增加？叫做善财中家，以富有财物厚傲分外，以及关心就是重要。伊就赶紧去看，了解到一个所在，有需要我报信的人。拢会当过，伊就灵机一动，去沐浴真侪的药草，就请人来做西医西药。有人有病啊，就开始来找这个中介，中介请人。人愈来愈多啊！伊真当爱用钱啊，家己无啊啦，伊想要无太去财富，看到一群有病啊，要来救伊。
已经向国王求情，不会请求来了，药也采过来了，就请人来施医施药。国王的钱嘛爱行啊，当家就去观阳请药。钱，伊炸着真侪太不满，钱骨一滚的上天到地。大家人嘴刀无嘴呢，一日到底一日好厉害的所在，一口井。看到伊伫个所在探头啊，看水，要用什么方法来舀水起来？几个人从安尼解舀，大家人赶紧伊所炸着的宝物啊，崩喷的啊，就不见了。用在伊最底时，伊无卖完。设法要安怎才会当去？看到有一坑，原来是一个洞啊！他顺着这个洞呢，行七日的时间，终于到了。向国王禀报，我这回出去，什么都无得到，你的钱我会慢慢还。国王实在无法度去相信，讲伊出去遐尼久，哪会一无所得？就不断问伊讲，你路中有啥物代志？无啦。国王就叫人呢去调查，就甲遐个商人呐。拢总去给他调查，向伊讲，愿意讲的人，予你无罪。其中就有人讲出来啦，遐个人会甲金的感觉，中正一直在呢，向国王求罪。国王对这个中正呢感动着啦，国王就叫这商人讲，把你向中正提这个物件，大家人拢提出来，也把这个人放出来。这商人，遐个物件行啊，这个人呢感觉这位中正呢，这么大的这个心胸。管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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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这拢总叫做报施，这拢叫做爱，这呢，都爱伫长久的时间累积，离不开呢一种大爱，无私的报施。所以大家人啊，爱用心啊，人生是无常啊，渺渺念念啊，咱来过好好，咱的心念一天啊。24小时啊，用秒来个算啊，86400秒，数字啊，好亲像真多，代数呢也只不过是24，但是啊，在咱一天的时间啊，网络中。不要去计算，
疏忽了时间，确实呢，懵懵懂懂过去啦。亲像这种，伫真多呀数字啊，尤其是呢，伫咱懵懂中过，这款的事情唔知有偌多，所以咱时时警惕，这点心哪顾无好啊，去会目到垃圾嘛，污染嘛，那么咱就是充满烦恼，反复啊，一堆落呢，想要家己自拔都真难，所以咱爱时时。提高境界，咱的行为，咱的行动，真正爱真小心呐。